那踢踏舞呢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表演形式。好，那它是在美国发展，就是在美国发展出来的一种舞蹈。它结合了很多其他的舞蹈元素，但是最重要的是黑人的节奏。黑人的节奏等于是踢踏舞的一个灵魂。好，那它主要是双脚拍击发出声音的一种舞蹈形式。那有人说，踢踏舞可以说是踢踏跟舞是分开的，你这样说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在技巧动作，我们可以说是踢踏，我们用脚发出声音。那舞蹈的部分呢？如果大家喜欢街舞啦，喜欢爵士舞啦，那可以把这些舞蹈形式放进来。那踢踏舞的一个很有趣的是，它所有的音乐其实都可以跳踢踏舞，因为踢踏舞对踢踏舞舞者来说，踢踏舞等于是一种鼓，一种用双脚打击的一种节奏，所以任何一种音乐只要配上鼓，如果可以存在的话，那踢踏舞就可以跟它在一起结合，然后是一种比较 free 的一种舞蹈形式。